那画面上您可以看到呢，总共是有七个人穿着特殊的服饰，他们一起敲下了首尔普信阁的大钟。那么总共呢是敲了33下。那这个敲钟的动作象征去除心中的烦恼，也挥别过去所发生的一切，迎接新的一年。那么这是疫情之后第二年首尔恢复实体敲钟仪式，现场估计呢有10万人参加，还有上千名的保安人员来确保安全。会场呢也请来了 K-pop 团体进行表演，一起欢庆2024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